龙尊，那要买什么车决定好啊？老尾干一台，看一台 BMW， 啊，才招我驶的。给你炸一下，对啊，手机都不用拿出来，容量好像是二十几G 吧，插 micro SD 嘿，耶，在录影，在拍影片，像这样一张卡。就可以录个连续录四五个小时以上了。七块小时起的。太大了。小时刚有起的。换小时起的，你骑那么久了。你在钻鸟鸟。快点啊！撞到人。哎，撞到人哦，哦，要看后面哦。学会分享，知道吗？快点，换小时起。对，你像拿手机啊，那些拿久了手也会酸，好不好？那像这样子很轻松。你要买一支啊？先换小时起啊。我想要买。妈妈不是教你要学会分享吗？想要买一台 GoPro。嘿，不行。要学会分享。嘿。不知道分享的小孩。因为你在这个下面啊，走吧，我们。